还是管理维护，还是属于修复再利用，还是什么工作，我们实在是太肤浅。其实下次啊，像那个管理的统计哈，不管各单位都一样，特别是文化局的话，还是34条看一下，还是在开工前就要送来审，不是现在都已经开工了，对，现在等于有一点在补程序了，那也麻烦委员，那还是可以给意见嘛，相关意见，包括有些不足的部分啊，请主任是不是在补办，然后我们再做其他的备查。所以我们这个案子本来应该要在这个做这些装修之前就要送来，然后是到我们审议完的是备查还是核定还是？34条其实是审议。审议，所以我们有核定权哦。那现在等于是还没有核定，他就做了，这是补程序，因为今天临时提案。那就是母马新的34条，它叫做记录房，34条，看错了。好，那就是等一下我们做会议记录，就是说本件是依文化资产保存法34条应该报这个本委员会来审议嘛。但是因为他还没审议前就先失作了，所以这